余生请多指教。顾卫和林之孝出门游玩，在一家面馆吃面，一根情侣面88元，一碗正常面38元。顾卫直接选择两碗正常面，因为一根情侣面两个人不够吃，并且价格比两碗面更贵。这一段有人说顾卫太直男，一点不懂浪漫，但也有人认为他的做法没错，恰好是一个过日子的好男人。如果是你们会怎么选呢？